好的，所以这个暖暖池一笔盒也要跟这个所有朋友们分享哦。希望大家，虽然我们限量不多，但是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可以一起跟我们感受一下这个。你们会收到的是智能基金会的捐款收据，所以还可以抵税，做善事还可以抵税，多好！对，那浪琴完全是全部参与80套，但是如果真的卖不够，我们想办法追加啦，好不好？是，因为做善事，我们永远不嫌多。对，那我们要请志玲姐姐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哦，就是志玲姐姐慈善基金会带给大家的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宗旨，好吗？我的宗旨，对我们志玲姐慈善基金会，其实我们是立于儿童教育以及儿童医疗。那儿童医疗当然是包括其中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有障碍的儿童、疾病的儿童，像刚刚提到的脑性麻痹的儿童。那其实最主要要提倡的是他们在6岁前的黄金期的时候，他们有学习有教育，可以给他们人生完全不一样的改变。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治病，然后并且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早预防，以及早早能够让这些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学习的机会。那我觉得比较开心的是，其实到现在已经3年了，然后得到许多朋友的支持帮助以外，我觉得慢慢得到了大家的信任，这让我更有信心和力量可以继续走下去，然后也谢谢大家。是，好的，那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麦克风哦，因为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我们的贵宾朋友们，然后卢健已经现场就是预购了十组，艾瑞卡本身就是预购了十组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第一个看到那个礼物就觉得太棒了，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圣诞节送人很好的礼物，而且很有意义，而且上面还有志玲的亲笔签名，非常的珍贵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那是很棒的圣诞礼物。但是我们刚才在中午有一个餐会，小小的餐会，那就已经有很多的经销商朋友们当场就认购了，那我们也谢谢这几位善心人士。